思想驱动城市的进步，城市创造完美的生活。我们让城市变得更生态、更自然、更美好。这一切都源自于我们创新的思想。我们为低碳而奋力，为绿色而自豪。长沙先导控股。2007年，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。紧跟两型社会的建设步伐，践行跨江发展的大河之梦。2008年初夏，长沙先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。在创造城市梦想的道路上，先导控股将两型理念融入城市建设。在无先例可援、无前车可鉴、无经验可循的创业环境下，先导人毅然肩负起大河西开发建设的历史使命，探索中国新型生态城市建设的崭新模式。在长沙大河西先导区这片热土上，我们以资源节约、环境友好为城市发展的基础，将两型的精神融汇于城市宏伟的建设蓝图中。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阳湖总部经济区，到新型复合式新都会滨江新城，从极高端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湘江新城，到风景秀丽、生态宜人的月亮岛，并以河西综合交通枢纽为中枢，全力打造三区一岛一枢纽片区城市规划建设，形成功能差异化布局，满足人们不同需求的同时，共享城市梦想的美好。我们怀着对自然的崇敬，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化为行动。我们怀着对自然的感恩，去重新定义现代发展与未来需要之间的平衡。我们秉承着两型科技运用的实践理念，为山水生态新城再添色彩。环抱中部地区6000亩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阳湖湿地公园，我们在对于环境保护的同时，促进自然与城市共同发展。利用公益植物与生态植物相结合，实现中水高效再利用。建设区域能源中心，片区采用集中供暖供冷的方式，大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。在这里，我们享受城市的精彩，更不断地去创造新的精彩。我们与众多顶尖专业化的教育科研机构展开合作，从211重点大学到国际双语的基础教育学校，同时引入品牌医院管理模式以及现代便捷的时尚购物广场。先导为在这里生活学习的人们构建了幸福生活所需要的一切。作为两型实践的先行者，我们将让更多的家庭因两型而更加美好，让更多的企业因先导而稳步成长。在追求生态城市梦想的道路上，用思想与行动先导先行，在世界的地平线上绽放出先导城市梦想的绚烂光芒。